米奇啊，歡迎大家收睇先。咁即係今依度咧就係區域法院啦，灣仔區域法院啦。咁今日就有若干人等咧就喺度提堂噶。咁包括有黃祖耀啦、村長黃志旺女村長啦等等嘅人士啊，都係有上法庭噶。咁啊，包括咧一名城大編委記者啦。志旺女村長啦、畫家啦，以及《時報》啊、記者及主持人啊，同埋黃祖耀噶，仲有劉永康等等噶。咁佢哋稍後時間應該會喺呢個位置出嚟噶啦。咁已經有多名記者喺呢個位置守候啊。按日寶寶嘅和你 lunch 嘅呢個召集人啦，咁就已經係出咗嚟啦，率先係出離開呢個區域法院啦。畫面有冇問題？大家有冇恢復啊？咁我都唔知啊，有事我睇睇先。我哋預計佢應該有機會係會接會見傳媒嘅，但係就未知又會唔會啊？因為唔係次次都會噶，咁希望有機會係會即係會見傳媒咧，始終好多都係一啲公眾人物啊，即係好似劉永康呢啲事情係即係叫公眾人物啦。OK 喎，玩嘢衰鬼啊！咁暫時就未見有相關嘅被告係出嚟噶。率先離開咗，佢係法院喺側邊等緊嘅。咁而另一邊咧，高等法院啊，呢個電單車嘅一個電單車寶寶啦，咁就未有消息嘅。咁就申請人身保護令啦，同埋呢個保釋申請係仲未有消息嘅。我哋都有另一位同事啊，喵喵怪喺嗰邊跟進緊嘅啦。咁依個庭就以英文進行嘅，咁由於本台嘅記者英文水平都差咁啲啦，咁就即係未有係上去聽嘅，同埋都即係比較曲講啦，因為其實即係金鐘一完咗，咁我就要同喵喵怪交接一啲嘢啦，咁就即係先趕過嚟咁樣。因為佢點零鐘開始派籌，咁金鐘嗰度就點零鐘先收到消息，係話後到2:30，咁都即刻即係同社溝通啦，咁樣都所以都遲咗，咁就未入到去手第一手消息，都抱歉啊。大家，現場喺灣仔區域法院啊。咁就位於灣仔政府大樓啦。就係稅務大樓啊，入境咩事務處啊，咩啊咁啊。啊，係喎，而家改日子喎 ，sorry 啊，而家改翻。我稍後時間改翻先啊，唔好意思，十分抱歉。我而家改翻日子先，等等，應該係真係坐幾都幾日嘅啦。我而家改，等等啊。
咁改咗喎，有人阿麥咩咩架幫我改咗啦已經。更正更正，我睇多次先啦。等等，我懷疑我睇錯嘢，等多陣啊。嗱，咁重複一次啦，咁就有A 屌喇叭邊撚度睇啊？啲時間嘅話，我再整理一次先。區域法院第27庭。有一名姓王的城大記者啦，跟住一個姓羅啦，跟住一個姓何嘅，跟住一個係孫曉南啊，女村長啦，畫家啦，跟住女村長係服刑中嘅，玩家咧就已經還押超過10個月噶啦。咁另外啊，仲有一名嬸啦，劉永康啦，26歲姓吳噶啦，同埋另一個62歲姓王噶。啦，同埋嗰個咩啊？死啦！又睇多次，係畫家係還押，即係繼續還押之外啊。另一其他基本上都係去睇先。我驚我講錯啊嘛，即係個消息都比較快啊。即係始終啱啱一出嚟就。完啦，叫做即系啱，真系啱啱审完呢单 case。咁啊，见到啦，有部分嘅人士系企度啊，即系喺度系即系有按住宝宝啦等等嘅。俾少时间我做啲多次先啊！咁啊，除咗女村長啦，同埋畫家係冇保釋之外，其他人係有保釋嘅。咁畫家同埋展望女村長應該就係繼續還押嘅。咁基本上啦，都係告哇咩料喎？城大編委記者，好亂喎嗰度。咁就 total 有1、2、3、4、5、6、7、8、9、10、11個人係即係提，今日係做聆訊啦，同埋對控罪進行呢個回答噶。咁就有9名嘅人士啦，係繼續保釋嘅，而2名嘅人士係繼續還押嘅。高等法院就有另一個係即係電單車保保嘅一個聆訊啦，咁就係申請呢個人身保護令咧，同埋呢個保釋嘅。咁暫時係未簽咗信到噶。都見到啦，其中一名嘅
咁見到都有唔少嘅旁聽，即係人士係過嚟旁聽噶。咁喺法庭入邊嘅座位咧，咁就一早已經敷咗啦。咁咧得翻延伸庭嘅座位係有座位同企位咁樣啦。咁就同以往一啲大型嘅 case 啊處理嘅手法一樣噶。孫曉南是前港大學生會長喎，收到消息啊，後尾。安米現時就未有警方嘅即係防，即係未有警員啦或者警車到解地啦。咁現場主要大部分都係啲記者嘅傳媒啦，或者係啲行家喺度即係拍攝嘅啫。因為其實即係有黃宗耀啦，話我驚我講錯添。啊，好撚亂啲黃咩耀咩耀嗰啲，大佬十幾個同名㗎。就係黃宗耀咯，即係劉永康呢啲咁嘅公眾，即係咁就所以就即係都吸引幾多行家係過嚟採訪噶。我哋後面其實都有一啲旁聽嘅人士嘅到場，即係聲援人哋咁嘅狀況嘅。未啊，冇啊，冇啊，咪有啲即係叫做意見人士啦，即係不同政見。咁啊，應該就未所有被告，即係有部分被告出咗嚟啦，未係全部離開嘅。咁我都即係等嗰陣啦。咁啊，有啲行家都仲喺度等緊。咁就唔知佢哋會有啲咩同傳媒講啦咁樣噶。咁今次呢個庭啦，同埋電單車寶寶兩個法庭嘅都係以英文做審訊噶。咁上次啦就係電單車寶寶啦，就係押後到二審開。嘅十點半係即係再審啦，續審啦咁樣，咁就今朝就搞一個朝頭早啦，咁最後就都係要休庭再審啊，西五線過後咁樣嘅情況。咁而呢一邊咧就係兩點半開庭嘅，咁見到啦有啲支持者啦就已經喺度係即係做守候噶啦。劉永康就咁，劉永康就喺現場嘅都，咁我哋就等佢行過嚟啦，都唔好即係人哋 set 好曬機，就唔好人哋等。講幾句啦。我睇下可唔可以攝下啲行家啲中間位啦，你。
好，咁首先都要喺度多謝翻律師團隊啦，同埋過嚟聲援嘅所有受眾啦，都希望大家夠關注，即係所有被控告嘅事事啦，佢哋嘅情況。咁我知道今日高院都有一位國安法受眾仲在處理緊嘅保釋申請，呢啲都係大家好需要關注嘅事件。希望大家唔好淨係因為一啲而家鬧得好興嘅政治議題，而忽視咗我哋更加應該啲情況。是一個不公義的制度，所以香港人才要用盡自己的方法冒住十年監禁的風險來到進入這個會議廳去展現給全世界看香港是不信任現時這個議會制度。所以我希望大家現在還去爭拗留不留在未來這一年的立法會的時候，大家都可不可以考慮一下去年這一年發生過這麼多事情，認清這個會議廳這個立法會一早已經是香港人否定了的一個制度。如果仍然是要留在這裡的議員，希望他們都是答到香港市民究竟留在這裡他們會做到什麼事情，以往不同的方法呢。那我想過去這段時間很多人都提出了，如果真的要留在這個議會裡面，所有的資源都應該是投放在議會外的抗爭，或者是跟其他的抗爭派或者其他的組織合作，而不是只是重視議會內的抗爭。那我現在是很期待泛民有一個交代，但如果泛民是答不到大家究竟接下來這一年的議會，這個已經大家認為是沒用的議會是做些什麼的話，那我希望大家市民來講可以一起團結一致的去，就是想想議會外的出路。大數的一個好，大家有沒有什麼想法？大數的一個好，大數的一個好。劉偉康就做咗即係見咗全面啦，咁亦都有啲支持者喺側邊就呼嘅啲口號噶。仲有嘢嘛？呢個記者係有提問嘅，但係聽唔到問咩噶啦。First of all, please remember why Hong Kong people march in the chambers in Black Lives Matter.That's because we have no faith in the current system. We don't trust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is is the fact which has been faced by Hong Kong people now. So if you want to stay here, please tell us what you would like to do in the upcoming year with this unlawful legislation. You have to give Hong Kong an answer so that we can accept your stay. But right now, I don't see any answer.So if you don't know what to do today, maybe we should leave outside of our system. So I think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m to give an answer. We have no faith in the current system. 他就用英文去複述一次剛剛講的嘢啊。咁我哋未知會唔會仲有其他係一啲被起即係提堂嘅人士啦，或者係叫答辯嘅人士係出嚟會傳媒嘅。咁其實即係啲劉永康啦就見咗啦，咁其實亦都有其他啲支持者係到場啦，都呼叫咗一啲口號啦咁樣噶。咁但係現時咧就未見有啲警方嘅一啲布防啦，即係未見有警車啦或者警員係到場戒備噶。咁就因為應該係戰王女村長啦，同埋另一啊畫家啊，係需要繼續還押㗎，咁所以佢哋啱啲就可能會移師嘅場地啦，就去到呢個囚車出入口啊。咁現場亦都有一堆嘅支持者係喺度聚集啦，咁樣噶。咁亦都係有啲市民啦，係上前向劉偉康做一個慰問噶。他們今即係啲11名嘅人士咧，就係被控喺上年7/1係入咗立法會啦，咁就係做咗一啲各自都做咗一啲唔同嘅行為啦，咁樣噶。咁而其中成大 PY 嘅記者係被控刑事。
俾埋噶。咁佢哋就話會轉場到高等法院啦，已經即係電單車補補嘅現場啦。咁我就未知佢電單車補補啦，係會有得保釋啦，即係可以保釋啦，定係點嘅？咁我哋都未喺現場啊，即係未收到一手消息啊。咁其實呢一個就係灣仔區域法院啦。咁其實隔離就有啲入境處啊、稅務局咁樣。咁喺上即係過去嘅一年抗爭咧，亦都有多次係圍堵一啲稅務局嘅行動啦。咁就係都有網上號召啦，係即係喺繳付税項嘅時候有啲特別嘅措施或者手段啦咁樣噶。咁就即係所以就其實呢個地方，我相信有唔少嘅人士都係或者市民啦，都幾熟悉噶啦。但是長天的設計即是有一些那些什麼旁聽的人士即是在那裡逗留，那就是希望可以送埋架籌車先離開，因為有兩名的人士是要還押，那他們都希望可以送埋架籌車走先離開，那我不知道他們會送埋架籌車走，因為剛剛有一些在場的人士就是高聲就話去呢個高等法院嘅。乜水嚟㗎？你唔好成日講埋英文啦，大佬。咁乜親？不過算啦。Kolong O K O E O K E 咩 ？O K E O K。我咪可以翻譯下，真係聽唔明乜親喎。哇哈哈 ！Kolong。咩嚟話？唔明啊，算啦，唔好理佢住啦。咁我未知高等法院嗰邊嘅情況啦，咁樣都希望大家繼續 like 同 share 先啊，一讚啦同分享啊。咁我哋陣係真係未知而家呢個環節，即係會係佢哋會係去送埋架籌車先啦，定係點？因為其實即係呢一個位置啦，就唔係籌車嘅出入口啦，籌車出入口喺另一邊消防局嗰邊嘅。灣仔消防局的頭嘅，咁就應該係喺後邊，即係呢個位置啦，係串入去呢個位嘅，咁就應該係呢個位置串入去嘅，咁所以都未知相關嘅情況，咁我哋都要睇下一啲即係咁啊，想籌車啦咁樣，我哋先決定係會下一步嘅行動係翻高等法院同阿咩乜怪會集合會合啊，定係點噶？不清楚有冇，因為真係我哋喺眼前，即係而家呢刻，我仲未見到有軍裝嘅警員喺度㗎。咁你話冇便衣嘅警員咧，我唔排除呢個可能性㗎。Lunch 哥仲喺度啊？有睇啊，但我有個睇唔明啊，少少鼻敏感咯。因為即係依家天氣就好似，即係尋日就打風啦，就比較涼啦。咁今日又比較。即係朝頭早比較炎熱啦，而家比較涼啦咁樣，咁即係好容易有鼻敏感呢個問題出現啊！哇，其實我真係睇唔明你啊，再啊咩 Kong E 唔知咩 Johnny Coleman 啊，你唔好打埋啲冇文明嘅嘢咁啊，大佬！我睇你留言用咗好多時間啊！係咁，我拔咗你先啦，我真係唔知啊！李小軍啊，inbox我哋啦，如果係我拔錯嘅話，拔咗先啦，真係我睇唔明嗰啲留言啊，大佬，唔好講笑。大家好，大家好，希望大家繼續 like 同 share 啦，咁樣噶。咁我哋可能稍後就稍而入步啦。我稍後可能就會稍而入步，係去翻呢個即係籌車嘅出入口位置啊。咁都未知，因為我見有其他行家仲喺度等緊。都好多謝即係法庭文字報告啦，咁樣即係直播啦，咁樣就即係可以俾我哋知道大約個入邊嘅情況啦。咁啊，其實即係有啲案件又唔係咁容易攞到籌，大家都知道，即係譬如好似
今日嘅高登法院咁樣啦，都好多隻觀眾啦，係俾一張即係醜我哋啦，咁我哋先可以入到去咁樣，咁就咩咩鬼而家就喺入邊做緊呢個聽，即係旁聽嘅。拔咗啦，拔咗啦。冇咁即系 B 就捉唔到咁多啦，真心即系通街都系我哋真系冇得话边个即系尽量嘅，有时真系唔系话即系次次都准或者次次都 match 嘅，有时系即系可能有机会系有 error 嘅情况出现，或者系即系原来嗰个系手足嚟嘅咁样，即系 MHF 嚟嘅吓。湾仔啊，湾仔啊，湾仔法院啊！灣仔法院其中一層是區域法院嚟噶，咁就係灣仔政府大樓啊。見到啦，有人士係撐傘離開噶。亦都有即係唔少嘅人咧，係從左右。相信呢個就是黃宗耀啊！咁佢就舉起咗三隻手指就離開。都係冇見過又，即係冇講過，冇發表過咩啦咁樣，咁就直接就離開咗啦。咁我哋都應該會即係稍後嘅時間啦，就會去睇下囚車嘅情況。如果冇人逗留，我哋都可能會離開噶啦。咁我哋都未知現時嘅環境啊，即係嗱，其實今日咧其實就趣事嘅高等法院，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新聞啦。咁就係有一名嘅女士啦，咁樣就係即係喺法庭入面拍照噶，咁就係俾法庭嘅人職權咧係發現咗啦。咁佢就法官就叫佢即係提交翻一啲嘅相關嘅嘢啦，咁樣同埋跌咗張相去排在交由警方處理噶。Oh, sorry, bro. I don't understand. He is Indonesian, you know. So.I do something wrong, maybe. Later, I will 解封謙噶啦嚇，盡量。撲你個街啊！喂，唔好對路喎，如果一個囚車位好似有啲困難喎，真係唔識呢度喎。因為其實高等法院就好少少嘅，咁就係比較容易係即係知道個位置啦咁樣噶。即係個出車位都好明顯嘅，咁呢度我就真係要兜路揾揾，真係要揾下喎。生抽，阿 Nie 真係我稍後得閒嘅時間先解封佢，因為我啱啱以為佢洗版或者係唔知講啲咩，咁啊真係聽唔明 ，sorry， 即係抱歉啊十分 ，sorry bro。出車位應該在這邊，我相信就是瑞安中心和這個區域法院的交界位轉右。11名人士，有9名人士繼續可以保釋的。我知道我知道在後面但不識行，我剛剛就是打算走過消防局那邊，怎麼知道人走即係始料不通嘅咁樣嘅情況，咁啊見到啦，有大部分嘅人士已經係喺度守候囚車嘅嚟臨啊，都希望我唔知佢引嚟人嘅，真係 sorry 啊！我真係唔知佢引嚟人啊！我晏啲嘗試解封翻佢先，等一陣啊！
我稍後時間叫同事幫手處理一下先，因為我真的不清楚佢人嚟噶，我第一次見到佢啫。係啊，咁相信呢個位置就晏啲係會有人係即係稍後籌車咁啦。咁我就喺消防嗰邊拍嘅，咁就盡量唔好呢個位置拍啦，因為現場都頗為多人士啊。呢三個人做乜？喂，通常呢度係幾點翻車啫？咁籌車就係呢個位置出嚟啦，會。咁現場都有大約十名嘅人市民啦，係守候噶。有啲係記者行家喺度等緊咯，因為我唔可以 sure 你問邊三個啊，但係有大部分都係記者嚟嘅。咁啊，呢個位咧就係啱啲籌車離開嘅位置啊。你哋嚟緊三十號出唔出噶？哇！你問呢個咁簡單嘅問題啊？黐線，大佬咁樣乜撚慢嘅？咁咧，其實呢個位置咧就係位於消防局啊嘅位置啊。咁就其實右邊就係呢個籌車啦，咁啊，港灣消防局啊呢個叫。咁咧，隔離就係大家熟悉嘅會議展覽中心啦，咁樣。咁即係咩書展啊，咩美食展啊，博覽展啊，咩電影展啊，動咩動漫展嗰啲全部都就搞嘅。基本上如果大家有即係應該都有嚟過啦，所以，但可能大家平時冇唔會太留意呢一個位置咯，因為以往其實我都以為佢係一個消防出即係消防車通道嚟嘅啫。過往啊，是近一兩即係今年一年啦，先發覺原來呢一個位置並非係消防車出路，而係呢個籌車嘅一個出入位啦咁樣。灰色衫個肥佬是記者嚟，我肯定啲嘛。但係我唔係好方便講咩台啦。你有興趣就自己即係留意多啲。我哋平時直播都見到佢噶嘛。咁啊，其實嗰個肯定係記者嚟嘅。佢啱啱先同我揸完機喺，即係佢喺嗰邊轉過嚟嘅都係。咁就喺度等嘅啫咁樣。因為佢哋啲行家啲車通常都泊喺呢邊嘅，即係可能咩 K 寶啊、撈啊、TVB 啊、等等不同的車啦，都是泊在這邊的，即是港台、商台等等的車輛啊，都是在這個位置進行這個出車，即是上落車啊。咁佢哋有時會等一些公司的車啦，咁就係離開咁樣。咁見到啦，希寶嘅車就即刻到咗啦，已經。所以其實佢哋係會喺呢個位置等車噶。交交豬啊！咁你相信我後面就係港灣道啦，冇錯啊，一號啊，有好多行家嘅呢一個位置上落車啊，所以其實你會即係有啲可能你覺得啲人奇奇怪怪，其實即係好多都係一啲行家嚟噶，即係大台始終有車，我哋小台細台就梗係冇啦。咁你覺得可能奇怪係咁嘅原因啊？因為其實佢哋都即係公司安排邊個位置上車，佢哋都係自己同車手聯絡嘅啫。我幫你同阿蛋哥反映一下呢樣嘢，睇唔到佢直播維修間。阿醫藥費我哋唔會賠啊，你放心。咁唔知最近大家有冇留意白俄羅斯同埋泰國都有啲反政府嘅示威啦，咁樣其實都同香港嘅性質啊類似嘅，即係個原因啊或者理由咁樣，其實都類似一啲啊，即係。民主的革命啦，或者一啲想追求民主的決心啦等等。咁其實泰國咧，其實一直都係有呢個軍政府啦，同埋一啲。咁其實即係好似白俄羅斯啦，或者泰國咁樣，其實都喺呢一兩個禮拜內啊，一個月啦，當就醖釀咗一啲大規模嘅示威同衝突啦。咁早前黎巴嫩都有啦，咁樣
咁就希望一啲貪污腐敗政府係倒台啦，咁樣就還翻即係還政於民啦，諸如此類嘅。咁其實即係原來除咗香港啦，喺唔同世界各地都有啲即係人啦，會為咗自己嘅民主啦、自由啦，同埋係會企出嚟向同呢個政府啦係說不噶。咁我亦都相信啦，過往一年啦，香港好多市民啦都親歷其境啦，即係亦都抗爭嘅裝備啦，成為世界嘅即係參考嘅指標啦，都唔好話指標嘅，即係成為部分地區或者國家嘅一啲抗爭嘅參考裝備啦咁樣。係啊係啊，泰國有人係提出咗三大訴求噶。咁我就喺度等埋架囚車離開，我就會過去高等法院噶啦，或者應該會睇下咩改變點先。咁啊，歡迎大家繼續分享贊好啦，亦都係可以用呢個支持上嚟嘅貨金計劃啦。咁啊 ，PayMe、PayPal 轉數發銀行過數噶。咁詳情咧可以 inbox 我哋 Facebook 專業啦，咁就專人負責嘅啦。咁而家其實都仲有大約十名嘅一啲旁聽者或者係行家係等緊佢哋嘅囚車離開嘅，咁我就。稍後多一陣啦，望見其實好多行家都已經係登車離開噶啦。咁啊，我哋你今晚就會見到大家嘅直播啦，放心。咁俄羅斯同白俄羅斯係兩個國家嚟嘅，大家要記住翻呢樣嘢先，即係。雖然大家都有啲類似嘅政權啦，同埋一啲類似嘅政府啦，類似嘅管治模式啦，但係大家係屬於兩個唔同嘅國，即係好似印度同印尼咁樣，聽到好似好似咁，但係其實都係兩個國家咯。唔係著唔著衫問題，係啲天氣咧忽冷忽熱咧，即係正如可能你夏天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即係出面熱到流曬汗，你一入商場咧，咁即係。好容易就一出一入咧，就有鼻敏感嘅症狀，即係打下黐啊，流下鼻水咁樣咯。蛋哥去咗邊啊？你詳情問翻蛋哥啦，我都唔知啊。咁我而家就即係都等緊架囚車啊出嚟嘅，咁就應該有兩名嘅人士啦。呢單案件係繼續追還啊，咁包括就佔望女村長啦，同埋畫家，喺白羅斯咩間？個嘢叫乜叫？得唔該，我睇多次先。嚇？咁我上網揾咧就係叫白俄羅斯嘅嗱 ，Google 出嘅。就唔關我事嘅，係白俄羅斯嘅應該。咁我就咁 search 白俄羅斯咧，就已經有佢嘅示威嘅咁呢個字就彈出嚟，所以我相信係嗱，即刻有白俄羅斯示威啦，所以我相信係白俄羅斯嘅嗰個國家叫，就唔係叫白俄羅斯嘅，即係 Google 係幫到多忙啊！應該冇黑螺絲啩，黑拉黑螺絲就有喺寵物小精靈。嚇，白螺絲咩？真係叫 exactly 問號。我 Google 揾下係白螺絲喎，師兄。我唔係同一個地方嚟嘅，大家唔使緊張。唔好意思啊，小弟多年叫咗喺嗱，根據維基百科顯示咧，係同一個位置嚟噶。所以白俄羅斯同白羅斯係同一個地方嚟噶。
呢度係區域法院嘅囚車出入口啊。咁就有大約十名嘅市民啦，就喺度守候，咁就係等呢個囚車離開噶。咁就係佔望女村長啦，同埋另一名俗稱畫家嘅人市民啊。咁就係會就會被壓繼續還押嘅，咁就有囚車會出入啦，咁樣咁就有大批嘅即係少量嘅市民啦，咁就十零個到啦，咁嘅市民就係繼續護送即係囚車離開噶。咁一來啦，就係希望可以即係俾手足知道，即係俾還押嘅人士知道啦，係有人支持佢哋啦。二嚟就都希望即係要還押嘅人士唔好咁放棄啊，即係希望佢繼續同一啲即係。一啲即係點講好咧？即係希望在囚嘅手足 HF 啦，都唔好咁易放棄啦。咁就即係都等佢哋知道出邊都有好多人撐佢哋咁樣咯。等先，咁啊，泰國嗰邊咧，近呢一個禮拜度咧，亦都係爆發咗一輪嘅反政府示威啦。咁浪潮係繼續直卷全國噶。咁喺全國多地咧，多個唔同嘅城市啦，都係有反政府嘅示威啦，或者遊行噶。咁其實即係就希望係泰國就希望係削減呢個政府嘅權力啦，同埋唔希望有即係咁軍政府嘅狀況出現啦。咁其實因為呢次係一個軍隊係突然之間係軍人政變啦，你當我睇嘅就係啦，我都唔知係咪啊，我未做足資料搜集嘅都，咁我就知我初步知道或者我了解都係講咗先啦咁樣。因為點解多咗？因為其實即係睇唔同性質咯。咁即係譬如呢啲咁咪可以咯。咁有時可能即係打大仗，即係現場嘅消息或者資訊都多到我根本就理唔到你哋嘅時候，即係可能呢邊有截查緊記者，我又都唔呢邊又轉個頭，嗰邊有人俾人撳低咁樣。其實即係我都唔可以睇咁多留言啦，變咗。咁但如果你話即係做呢啲嘅時候，咁就可以講多少少唔同嘅資訊咯。同埋可以即係睇咗留言都睇得，即係可以慢慢睇啊。咁有現場有市民就不斷提醒啦，大家就要兩個兩個一組分開點五米啊，咁就避免一啲以後機會有啲警員啦到場嘅時候就唔夠救支佢哋啊。咁我都未必即係呢頭睇下公司安排啦，咁我都未必等到咁耐啊。即係始終都未知架車幾點出嚟啦咁樣。因為其實即係高等法院啦，亦都係有另一名嘅人士啦，係還押，即係受審叫做續審啦。咁就係電單車寶寶啦，俗稱嘅，咁就係唐英傑啦，應該。咁就所以我都未知個情況點樣啊。咁我稍後時有機會要轉場噶啦。其實中文譯名其實很多時候都跟外國有出入嘅，即係除非你直接講翻個英文啦，即係
好多，即係譬如你電影都已經有噶啦，即係都唔使係咩咩，譬如《海底奇兵》同《海底總動員》啊等等，呢啲已經係一啲叫譯名上面嘅，即係唔同啦，或者係叫做台灣同即係中台兩地嘅譯名嘅分別啦咁樣。咁多數咧，香港嘅譯名係沿用台灣嘅。咁因為即係好似比卡超咁啦，咁大陸就叫皮卡丘嘅咁樣。咁我哋都係叫比卡超嘅，但係類似呢啲咁嘅情況啦。咁香港主要用嘅譯名都係其實係用緊台灣嘅，咁所以主要都係台灣部分，因為可能台灣冇譯名或者等等種種嘅原因啦，可能就會用大陸嘅，但普遍都係用台灣為主噶。即係咩精靈寶可夢啊，同埋我哋叫寵物小精靈咁嘅分別，呢啲就係中台嘅分別啦，當。咁本身就係兩地嘅文化差異啦，而造成有啲咁嘅譯名上面嘅分別啊。咁所以都冇得話邊個啱邊個錯，咁睇嚟自己擺邊一套咯。咁當然啦，而家就越嚟越多人係講咩精靈寶可夢啊、皮卡丘呢啲咁嘅字眼啦，但其實主要都係一啲可能新移民啦，或者係一啲比較新移民為主啦，或者一啲叫做即係用普通話普教中嘅學生為主咯。所以即係有時個譯名上面大家唔好咁介意咯，即係係咯。始終即係白羅斯為例啦，咁其實都係2018年先更新，咁亦都係即係一直以來都冇太多嘅新聞啦。即係都叫做政局穩定啦咁樣，咁係近期呢一次嘅普選啦，咁就有呢個選舉舞弊嘅嫌疑啦，咁就導致一個好激烈嘅反政府嘅浪潮啊。咁所以其實都冇得講係即係係突然之間先有人醒起呢個名嘅啫。跟住其實過往其實都冇乜人會理呢一個國家咯，可以話。其實即係譯名上面嘅唔同嘅，咁有啲人係 buy， 有啲人唔 buy 咁咯。咁即係多數都係用台灣嘅，即係咁講啦。咁部分可能中台一樣啊，或者係得中文，即係台灣未入嘅譯名，咁有時都會用中國嘅譯名咯。咁呢啲就翻譯嘅問題都唔係我話事，我哋都係跟即係叫做一啲，即係點講咧？不同的地方的譯名都有自己不同的，但香港主要即是外國的譯名，譬如電影或者動漫的譯名，主要都是跟台灣為主的。其實很多時都是的，即是很少會說是用大陸譯名的，即是寵物小精靈、寵物小精靈啦，無啦啦精咩靈寶可夢因為是大佬啊，即係例如呢一啲咯，或者係比卡超咪比卡超咯，無啦啦又皮咩卡丘啫，大佬人哋放幾多係比卡超噶啦，係咪先？咁例如一啲冇分別嘅，就可能係迪士尼咁咯，即係中國同台灣都係叫迪士尼嘅，咁咪變咗呢個冇分別咯。咁有啲係會有分別嘅咁咯。所以就冇話邊一個係百分百準嘅，只係多數人會選擇台灣嘅譯名咯，因為即係唔使講，大家都知聽落順口啲啦，同埋慣咗咯。因為其實點解即係，因為其實好多主流嘅媒體啦報道都用白俄羅斯呢個字眼嘅，咁我就即係都唔知佢有改過名，因為其實即係有聽過呢個國家，但我都唔知佢改咗名嘅。即係如果唔係因為呢一件，即係呢一輪嘅反政府浪潮啦，其實佢呢個國家都唔會備受關注咯。
我稍後時間就可能會翻金鐘嗰邊啊，或者睇下睇睇睇咩鬼鬼嘢。睇啫，哇！蛋哥喺邊啊？真係唔知喎，你哋可以 inbox 我哋嘅 channel 問啊嘛，我都唔清楚。咁我而家就準備過金鐘啦，應該。咁就晏啲有機會再同大家報道啦。咁誒，而家係幾點啊？誒，啱啱好4:33，咁應該CHP 啦，即係衞生服務中心啦，亦都開咗呢個會議，有呢個記者招待會啦，咁樣咁就大家有興趣就可以睇啦。我哋我稍時嘅單會唔會分享到個直播出嚟啦，咁樣咁多謝大家收睇呢次直播先啦，拜拜！記得like 啦，同埋 share 咁可以中意嘅就火金啦，支持我哋嘅 channel 營運啦，咁就 PayMe 啦、PayPal 啦、轉數快啦、銀行過數啊，詳情咧就可以 inbox 我哋嘅 Facebook page 查詢嘅，有專人會解答你相關嘅問題噶啦。多謝大家收睇呢一次直播先，冇啊冇鼻敏感嘅，呢一排都係咁嘅，打完風之後咧就係咁嘅。咁都今日嘅直播都到此為止啦，我稍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報道啦，拜拜。